炸切盒到底是放面粉还是放淀粉，其实都不对，像我这样做个个酥脆，凉了也不会软。肉馅中加葱姜末、盐、鸡精、花椒面、蚝油，再来点料酒，搅匀上劲儿。莲藕切成薄片，酥脆的关键是这个小猪肉专用粉，100克粉加100克水，搅拌到没有颗粒，加10克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藕片上放上肉馅，再压上一片，轻轻捏一下，再沾上调好的面糊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茄盒外酥里嫩，凉了也不会软，一上桌都抢着吃。